铺陈式胡同，把它刮掉了，外面装修了是吧？对对对，门脸装修了。我们那个应该几年前的啊？对，就这个。啊。得给他拍一张照片。是不是这牌子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想找这牌子呢。对吧？这供应老服饰店这是，知道吗？这大哥，这个服饰店多少年了？这个，在解放都有这个服饰店。哦。这个牌子属于国营的，是吧？这是对呀，国营的呀。国营，这个牌子可得好好保护的。好好保护。这都有个几多少年了呀？对，这解放都有这牌子，知道这个。这以前咱们小时候要本儿，知道吧？哦、要那什么的，这是啊。服饰店买什么？买肥皂啊，粉刺啊，麻将、二八将、黄将，都是要本的。过去不是吗？啊。您在这有好多年了吧？对对，好多年。我干了30年了，在这块儿就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就是原来就在这服饰店是吧？对对啊，这是老服饰店，没改。哦。啊，您知道原来就是打酱油有一个、那个、打酱油提，那叫什么提？提一提，有半斤的，有二两的，有一斤的，还有卖散酒，以前都是这样。啊，散酒也是用提。散酒1.3的，1.6的那会儿，那儿便宜，再早都便宜这个东西啊，再早便宜再早。要不人家说呢，说你看有的看的人家那孩子挺大的，哟，你的孩子会打酱油了。有老北京人知都知道这句话吧？对对对。哎，说你看你的孩子，就是意思说你的孩子长大了都会打酱油了。啊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是。过去酱油多少钱啊？过去几分钱吧，2毛多钱不知道，早忘了这事儿，时间太长了。时间太长啊啊。忘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打一开放搁那那儿就没有散酱油。卖瓶的，瓶的送瓶的酱油，龙门送金丝酱油啊，过去酱油，现在都讲究卫生了。对对对啊，酱油讲究用瓶的了，其实人都讲还讲究要那种提的，可现在没有了，现在。进不来了，现在都搬了呢，都搬了。有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把提的搁在那缸里头是吧？那不啊，对，有一些左手呢就捏着瓶子，上面还得弄一个小漏斗啊。对，漏斗。啊，然后那个拿着瓶子打着，让我这边打。哎，一提一提一打，这是您这个，这现在还有那个二八酱吗？有二八酱啊，那个现在多钱一斤啊？现在13一斤，二八酱。您记得原来那二八酱多少钱一斤吗？您真便宜，原先都忘了。忘了啊，因为要本的东西，原先是。对啊，那是凭本供应，那是。啊，都是那个有计划的供应是吧？有计划的，按咱们那个人头人口多少多少都要付。都有50本，不两本不都在这个那么过去啊？带粮票过去还有的事。现在一想起来也挺幸福的回忆哈、啊。对对对对，那就时间长了，还挺好的，想起过去的。啊，回忆过去嘛。过去我们这还卖大白菜、大葱，冬天储存白菜，冬天，副食店都改这个。那个时候那个大白菜可是老百姓的当家菜呀。那几分钱一斤？几分钱一斤哈？那时候冬天就是说，一个是大白菜，对，大葱。还有什么菜啊？那儿就是，土豆呗。土豆也有土豆。嗯。白薯。土豆不卖白薯。萝卜好像。萝卜，芯儿的美，过去卖芯儿的美。